发。2009年对外开放，2006年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百花森，2010年被评为国家级景观地。百花山整体面积众多，开发历史较早，清代后期房屋破用，在山上多奇古怪景物，如水井、红玉望。看到挺绿的，自己也摘了，那个有危险。